纪演员李光洙与车胜元、金城君、金惠俊主演的灾难喜剧电影《天坑》即将上映，近期如火如荼的上遍各大综艺宣传，七月底时也在 Jay-Z 主持的谈话节目中亮相，虽然是采访形式，却被李光洙完成 Running Man 般的综艺节目。因为该节目采先后下班制，来宾一个一个挑战任务，成功后就可以先行离开，没想到综艺感十足的李光洙竟留到最后，被 Jay-Z 要求一起玩词语接龙。 Jay-Z 先是讲出了提示语天坑，没想到李光洙一听立刻回答英语脏话，突如其来的脏话让全场笑歪。接着 Jay-Z 又以 Short View 为题目，他竟又爆出一个发音神似睾丸的单字 Shooter 瞬间让全场激动大笑，就连作风大胆的 Jay-Z 都招架不住了。爆笑的片段播出后也引起许多网友纷纷留言，光洙离开 Running Man 放松用语的尺度变大了，真的快被光洙笑翻，天生自带笑点的综艺感真的让网友们都笑翻了。